这箱全部都是日本政府送来的物资。好爽！可是它是一瓶就包含了底胶、跟颜色、跟表面的那个亮光，是不是很厉害？这肉超软，超级软呢。大家早安，我们现在要去吃沾面，因为我们昨天在 YouTube 上看到一间沾面，然后就是拍那种厨房的样子，我们就觉得看起来太好吃了。虽然我们有去吃过，但是看了之后还是觉得好想吃，所以呢，我们现在决定要去那间沾面吃，再去晃晃。他又要去买水，然后又要放我的包包里面。对，老板打麦克。你想买什么？これ No。我们刚在水道桥那边吃沾面后，现在来东京巨蛋这边晃晃。然后今天刚好有棒球比赛，所以这边超多人的。我以前的语言学校在这附近，然后我们就很常来东京巨蛋放学后，但是我没想到这边有那么大哎。比我想象中还要再大一点点，应该是说比我印象中还要再大。大家早安，今天是礼拜天，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银座买东西。我的声音还是有点，你知道，雾雾的，现在在复原中。然后我要给大家看，就是日本政府送来的物资，这箱全部都是日本政府送来的物资，超级多，就是有泡面啊、饭，然后。果冻，然后还有这种简单可以做的咖喱呀、牛冻之类的，还有这种粥，真是超级多，这整大箱都是，超夸张。他原本给我们两箱，然后我们把它放成一箱，因为我们家真的没地方放。然后旁边这里是他妈妈跟我爸寄来的物资，我们现在家里的物资就是超级多，多到我们两个不知道要怎么收纳，因为我们家真的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只能把他们先放在地板这边，然后就两大箱，很尴尬的两大箱。总之呢，我们最近就是会慢慢吃它，就是可能不用再去买菜之类的，就吃这些。现在太热，然后进来蓝瓶咖啡买咖啡喝，超热。好爽！
我们现在逛完了 Uniqlo， 我买了衣服，然后现在呢要去找我爸的礼物，因为我爸有帮我们寄中药，然后他说要给我爸就是感谢礼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我爸的礼物。我刚刚呢，因为明天是我第一天上班，然后他有规定头发的颜色跟指甲颜色，头发不能超过日本的九度色，我也不太能精准就是决定说九度色是多少，但至少我原本的奶茶色一定是比九度再浅一点，所以呢我就自己染了一下，这颜色还不错耶，它是有点亚麻灰的颜色，它是这个丽洁的泡泡染，还不错，但是因为我的底色是，就是我的基色是已经漂过的头发，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呢，就会颜色会比较漂亮。然后我以前如果是黑发染这种 DIY 染剂的话，通常颜色都不会到很漂亮，所以大家斟酌一下。我自己是现在是临时抱佛脚，因为我今天才突然想到说，我头发颜色太浅，可是因为我前阵子在隔离。就没有办法做多余的事情，所以我就只能自己买 DIY 染剂来染，但其实呢去烧染会对头发比较好一点，所以大家自己斟酌。然后还有一个我要推荐大家的，就这个指甲油，你们看这指甲油哦，它是会看到我，看这指甲油是很美，我自己是随便涂一涂，它形状就超美耶，因为我之前都是一直拿那个真正沙龙在用的那种光疗胶来涂我自己，可是那种呢你就真的是要很专注很专注的涂，你才会涂的就是形状很美，就是很饱和，这样整个侧面看起来圆的，而不会是那种平的或者是参差不齐，可是就很花时间。然后我今天又是你知道临时抱佛脚，我就在 Loft 然后买了这个指甲油，然后又去清又去松本清买了染发剂。然后这个指甲油呢，它其实是光疗，可是它是一瓶就包含了底胶跟颜色跟表面的那个亮光，是不是很厉害？而且重点是它超好涂，它就是指甲油的那个刷头，然后真的超好涂。我原本用笔涂，现在突然又回到用那种指甲油的刷子涂，真是超级爆好用，而且不花费我任何时间，然后就涂好，而且光泽还不错。接下来就来试试看它的持久力，因为我自己通常在药妆店买的光疗胶啊，就这种 DIY 的光疗胶，其实都还是很容易掉，就是指头的地方，但就来试试看。然后明天是第一天上班，我现在非常的开心。各位早安，我昨天呢已经第一天上班，然后过得非常开心。我觉得可能职场不一样，然后年龄层也稍微不一样，就是比较活泼的一个职场，跟上一个比真的差很多，真的很庆幸自己有离职。然后我现在刚起床，所以声音超低，是不是真的感染疫情之后声音就会变超低啊？如果你在犹豫就是要不要离职，我一律都建议离职，这比感情的事一律建议分手还要，你知道还要严重一点点，因为它是美容保养品，它算保养品吧，它是美容保养品的一个品牌，然后我是在某间店的销售员，可是呢它是需要有去研修之后才可以。真的去接客，然后跟客人提案说他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商品，所以在我还没有拿到研修结果之前呢，我是还不能先接客的，我就是先帮忙，然后做一些support的那种角色，但是不能主要去提案接客。可是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就是感觉这间公司就是很认真在做，而且我觉得真的要入社前先签约，我在入社前就已经先签约了，什么条件都已经确定好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安心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但是就是昨天一整天还蛮顺利的，然后今天加油，今天是早班，9点半到6点半，开心。
那又买了一台压力锅，是这个牌子的，因为他最近爱上了那个沙拉鸡。他中文要怎么讲啊？就是那种沙拉达 chicken， 就是那种在便利商店可以吃到那种鸡肉，然后它里面是有腌制过，然后是冰冰凉凉的。那像那个东西呢，它就一定要用低温去调理它。压力锅它就是可以做饭啊、炸东西啊、焖东西啊、蒸东西啊，然后低温调理。所以呢，他就自己趁我不注意就买了一台这个回家。所以呢，因为它其实有点大，你看我的手，它其实有点大。原本上面是放就是煮饭的跟热水器嘛，所以我现在把它调换过来。然后煮饭就变下面，然后这个的宽度我就有把它调稍微宽一点点，煮饭就是还是稍微可以，你知道还是可以盛饭，然后这个就放在这边。上面这边呢，因为我最近都很爱喝榨果汁，所以我就还是把我果汁机搅拌器什么的放在旁边，这样看到它也会比较好拿，加上颜色这样搭配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吧。大家早安，我要来画妆哦，对，我染头发了。因为呢，我边画来边跟大家聊天好了，我好久没有这样边画边跟大家聊天。我刚刚一直都上完妆前保养，然后我要来化妆，什么鬼？我来用安多碧的妆前试底乳。这个呢，其实我有拍Get Ready With Me 在另外一支影片，但是那支影片呢，因为有些东西要给卫生局算是检查，因为有些内容是有关就是要检查的内容，所以那支影片目前就是还不会那么快上，可能最快也要八月底九月左右吧，我在猜，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检查完，或者是可不可以顺利发那支影片，但没关系，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都是用这个妆前乳，然后它真的很好用，因为它不会很干，而且它重点是它这个大小才这大小，就是不大不小啊，刚刚好。然后1000多块日元，我觉得还不错哦。我刚聊到哪里？就是我为什么要染头发？因为呢，其实这个月、上个月加这个月，我已经短期间之内快染4次头发，但因为我现在是一样是结可叶，然后只是属性跟之前的服饰叶不太一样，然后这一次的结可叶呢，它是比较有点像是专业的，然后是一对一结可，所以在头发的上面呢，你需要看起来比较专业，需要深发色，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短时间之内又染，因为我上次那个颜色外围应该是可以，因为他说要日本的颜色9度色以下，可是没想到就是那颜色，因为毕竟还是浅色，然后褪色褪很快，所以呢就又变很金，所以我就又把它染深一点点，好像不止一点点，是蛮深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先，因为之前有漂过嘛，所以他头发也比较容易掉色，我就先不要那么的常洗头，让它颜色吃进去一点，所以我昨天是没有洗头的。然后我要来上粉底液，粉底液我要用这个 NARS 的。其实 NARS 这个呢，有些人说就是它光泽感很好，然后上定妆就是效果也很好，但是因为我个人是没有习惯上定妆，我真的没有习惯上粉，因为我觉得我的脸很容易卡粉，所以我自己是不会习惯上定妆，连喷雾都不太会，反正它脱妆就脱吧。然后我只会挤半下上整脸，粉底真的是越薄，你脱妆的那个就是土石流的状况才不会那么严重，我自己觉得。然后最近不是 YSL 又出了新的粉底液吗？我超想试用看看那个的，因为我原本就是用 YSL 的粉底，我是 YSL 粉底爱好者，我现在才刚买这个不久嘛，它还很多耶，应该还有一半多，但我每天都在使用它。可是 YSL 那个我真的是蛮想要的，大家是就是可以很多瓶粉底混就是摆着，然后看心情然后状况用不同的粉底液吗？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用到那么多瓶粉底液，
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果我休假没有事的话，我可能就擦个就是这种士底乳，就是有防晒系数的士底乳。然后如果有要干嘛上班或是有要干嘛的话，我就会上粉底液。但是如果是很多瓶粉底一起的话呢，我是一个很喜新厌旧的个性，我就会忘记我要用那瓶粉底液，或者是我就不想要旧的那瓶粉底液。所以我自己是不习惯就是买很多瓶粉底液的，就算它不好用我也会直接就丢掉，或者是让给真的需要那个粉底液的人。我不会就是不好用可是还可以，然后就把它摆着，然后摆很多瓶这样，我好像不太会这样。而且最近日本超热，有一天超夸张，到晚上六点多还是35度，超扯。而且我看那个，因为 iPhone 上面都有那个各国的时间跟温度可以看嘛，我就看了台北、台中、桃园，因为我家在桃园，所以我就设台北、台中、桃园这样看。连最容易热的台北跟台中都比东京还要低，很扯。我的卫生纸去哪？然后也因为最近就是新工作开始啊，我要来用什么粉眼影呢？我来用这个好了，用这个打底。最近因为新工作刚开始啊，然后就没有那么的多时间去回留言什么的，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点难过，但是我真的每个留言都有看，然后只是没有时间回，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很敷衍的回。但是回留言真的很需要时间，像十则留言我大概就可以花了快半个小时，真的速度很慢啦。我觉得我的速度很慢，所以我想就是之后有空一点再来慢慢回。但是如果没有被我回到留言的人呢，真的也很抱歉。就是可是你们的留言真的都很用心，尤其是那个近况更新的那一支影片啊。我觉得深发色啊，你配上浅的隐形眼镜，这个牌子，所以我现在深头发，然后配上浅的眼影，加上我觉得橘色调就很夏天。我会用 Can Make 的这个橘色，这也是之前我在 Get Ready With Me 有讲过的，然后最右上角上面的橘色超好看哦，就整个夏天都不行。超橘，超可爱的，大概这样。然后我去补个剩下的再回来。给大家看我今天的穿搭，然后就要出门了。他在后面滑手机等我。今天呢，我穿了一个新的长洋装，这是新买的，它是 Unslido 的洋装，跟里面是 Zara 的白 T。耶！我非常喜欢它这件的原因，是因为看它这里有两层的设计，就好像我穿两件，一件平口，然后一件这个。很可爱，然后这两个肩带都是可以各自调长度，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这洋装如果单穿一件的话也很好看，因为它是可以遮副乳的位置，刚刚好。但重点就是因为我最近太胖了，所以呢就没有想要单穿一件的意思。而且它是非常长的洋装，所以近期的最爱。我们要追亚麻的三件。好，因为呢他的朋友最近也搬家了，所以我们要去他们家开派对，就是入居派对这样子。那我们就出发吧。我应该是不会带相机出门，因为毕竟就是跟日本人的他们的聚会，我就不太会拍。好，那我们先出发。打完，我现在下班回家了。然后。今天我没有做饭，今天是我男朋友做饭。然后他做什么呢？你看一下我头发，绑完头发就会变这样。然后在说废话，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长度，所以就算把头发放下也不会那么的，你知道，
就是很明显有折痕，因为它就很像是一个外翘的感觉。可是如果再长一点或再短一点，就整个会炸掉吧。然后男朋友今天做了，他今天做鸡汤，然后还剩下15分钟的样子，因为他是用压力锅，因为他是用压力锅去做鸡汤，所以现在还有15分钟。哇哦，すごいじゃん！上菜，看起来超厉害的耶。果然有压力锅就是不一样。喝鸡汤搭配，噔噔，猜我们在看什么？なんか生姜の味も強いけど。生姜の味ほとんどしないけど。そう。じゃあ何が足りない？生姜の味どんどんしない。生姜の味しかしないね。给你们看，这肉超软，超级软呢！哇哦！嗯，卡拉，他超爱吃姜，然后他昨天放了超多姜，我已经说你要减少，因为姜只是点缀。就他还是放超多，然后现在汤里面全部都是姜的味道。我现在偷偷讲他坏话。这是我的简易午餐，我男朋友最近爱上的沙拉拉 chicken， 跟我用中华洞做的中华洞面，什么鬼？然后跟一点点的咖啡，哦，各位现在几点你们知道吗？现在是两点半，然后我才刚起床，刷牙洗脸，煮我的午餐，这算午餐吗？还是早餐？我也不知道。但是那角度怎么那么怪？好，这样好了。但我跟你们说，就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超级累。不，最近是昨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超级累。我觉得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昨天是日本的お盆休み开始，就有点像是台湾的清明扫墓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都放连假。然后每一间公司不同，放的假期就不同。但是お盆的平均的休み是昨天开始这样子，所以呢。前天就是昨天的前天晚上，听说炸爆忙。可是那天我刚好休假，然后去迪士尼，我就没有上班。可是 open 的当天也还蛮忙的，然后就是从现在开始连假的那种感觉，光想到就很累。open 休み大家也会说是夏休み，就有点像是夏天的暑假，就是但其实就是 open。然后不知道如果你是住日本，然后在上班的你。那自己休み在干嘛呢？好好奇哦。
意外的很好吃耶，很像烩面，烩饭的那个烩面。然后这我男友鸡肉，我觉得鸡肉低温烘煮，然后冰冰箱，它的鸡皮就会有那种扑哩扑哩的感觉，很像果冻的那种感觉，很好吃耶。其实我跟你们说，今天我原本想要去咖啡厅，然后编辑影片，就是一早就要去咖啡厅，然后编辑影片，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耶，好废哦。Hello， 各位，我现在又是穿这个洋装，但是呢，我是单穿一件，应该没有看过我单穿一件吧？不要骂我，连我自己都很想问我说，到底要穿几天这个洋装？而且它真的很贵，所以你就让我多穿一点。单穿超好看，对不对？单穿你就可以完全看出它这个瓶口跟这个永远讲不出来这是什么形状。好，然后我要跟我男朋友出门去吃晚餐，我们要去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它是阿萨库萨尤库酒，就是一个很像有很多屋台的地方，然后是室内的，它是最近新开的，所以呢我们都还没有去过，但蛮好奇的，就去看看咯。我们现在在浅草，可是现在有下一点点小毛毛雨，有点紧张，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带雨伞。好，我们先去阿萨库萨尤库酒 ，say hello， 大家好。它是位在雷门的后方的后方，所以我们要先进雷门那边。下雨越下越大了，但是我们也快接近目标了。每次看都觉得很漂亮哎，而且每次来店家都没有开。这边还有一间很大的 Donkey， 超级大洞。然后它对面就是 Uniqlo。萨库萨尤库酒是在这里面，我男朋友应该很兴奋，因为他最爱的 Uniqlo 在这。你看他的步伐超级快，哎。Hit the dance floor. Don't work too hard, my break a backbone. Return to the Mac, the king is back though. Corvette and cash, I never lack those. She saw the stone, you know how that go. Fatality, my diamonds that cold. Versace trunks, I hit my backstroke. Knock on the door, she at the back row. All I really take is a little taste. Allen girl, blue eyes with a little bass. Here for the thrill, I don't need a chaser. Wanna vibe at the getaway. Shimmy, shimmy, y'all got the semi-four weight. Don't step out the line like this a probate. You hit the line and tried to locate. This for the time, got time for no day. One, too many, I'm going. Two, too crazy and I got bad ones and they ready. Four, a good time, so now it's in the whip, we left at six. Can't remember anything, but I know we got lit, lit, lit.我们刚吃完了第一间，然后现在来第二间吃寿司。这边真的很吵，刚刚现在大家可以听到我声音，但是呢，这间寿司还不错，开心。She said, "Boy, you Morocco, pearl white mansion in the top gold. Fill up my cup with the dusty leaf and zen." 你对了点浓吗？算了。
微细。它这个番茄上面是冰块，就是那个很像我们吃的刨冰，然后加姜泥，超好吃哎，超爽口，感觉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我们现在吃完了，准备回家。我们现在稍微都有点醉，他应该比我还醉，因为他喝的比我多。然后日本酒真的很强，而且nice的，该醉了，不知道在干嘛。好，因为日本酒真的很强，它就是甜甜的，所以你会不小心就是喝得很快。但是我就是你知道有克制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到底在干嘛。然后呢，我现在回家，等一下晚上十点，日本时间十点，台湾时间九点，会跟好好尼克跟天天东京风小姐一起在 IG 上直播。然后现在已经九点多了，所以我要赶回家，不知道赶不赶得到，就先这样咯，拜拜。In a river, I would wait where the wheat gave way, there was no current in my memory.